Thank you.
拿，拿回来。
姚掌柜。拍挺便宜的，买了好多把，因为它沙球力气太大了，不好拍就沙断，他就买便宜的。他好像买，你是不是买了好几把这个？什么？你以为你是罗汉是不是？十八罗汉？你这个光头拿十八把拍去打架去了？打球能扔一个，能那么打两把就扔一把？不可以。好。
机吗？啊？那他不是微信里放的有四个吗？八点的配置。微信里都放的有八点。啊，八点。